下这个，这个更你自己先挑一个。总共它有四个区域，我们算是总部的人。嗯、这个是那个瓦康达，然后这个是那个知无领域，那个外太空的，嗯、然后这个是那个 Sanctum 圣所。就是奇异博士的那个、嗯、然后这是 Avenger 总部这样子、嗯、然后会各拿一个自己相对应的标志、嗯、然后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队长，然后这个是黑豹、嗯、然后这个是那个 Gamora、嗯、然后这个是那个美国队长、嗯、然后这个是奇异博士、嗯嗯、那个先讲一下说最起始就是这样子的骰子、嗯、就是你家就是会拿这些骰子做事情、嗯嗯好，所以说轮到你的回合，就是拿出你相对应的骰子。那比方说我是红队的那个 Avengers， 就是这四颗，然后就这样子做下去，然后就看上面有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这样子。嗯、那这游戏是怎么进行呢？就是那个这个都是有自己的一个 mark， 然后萨诺斯就是他会先在这个地方，他只会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总共会有分，就是这个是坏蛋。嗯，这个是坏蛋。OK， 米莲。对，然后这个是好蛋。逻辑算坏蛋还是好蛋？哎、欸，只要有那个，就是反正不是长这个样子的都是好蛋。是好蛋。对，然后这个的时候就是首先第一个步骤，哎、欸，我们翻过来，哦、我们翻过来，其中一个第一个就是说，把你的 team token 放在一个 sector， 这个叫做一个区块，这一个 sector 总共有三个 sector。嗯。嘿，然后放这个区块是有用意的，比方说，如果说我想要打这一只，嗯。那我就要先放在这里，就等于说你把你的太空船、嗯、就是你的总部是用在这边，你的小队是聚集在这边的、嗯、或者是你想要 recruit 这边的人、嗯、你也是要到这个地方来、嗯、就选定说我先在这边这样子、嗯、OK 哈、嗯、所以这个第一个步骤很 OK。 好，第二个步骤的话是 Roll and Resolve Infinity Stone and Thanos Dice， 其实就是这两颗大骰、嗯、这两颗大骰、嗯、大骰，这个叫 Infinity Stone，就是无限宝石，然后这叫萨诺斯骰、嗯、然后就是先两个一起丢，丢的时候这颗红色就是等于说红色聚集了一个能量、嗯、就等于说聚集完五个能量，萨诺斯就会拿到这颗宝石、哦 okay、就会有一些副效果会跑出来，然后我们什么时候会输，就是当他集齐六颗的 Infinity Stone 我们就爆了，对、嗯、然后这个东西是这样，好，这个就是各个六面刚好就六个颜色、嗯、那这个的话是什么呢？这个的话，这个东西叫做再丢一次这个骰，靠腰，这个再丢一次就是再集一颗的意思、哦、OK，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总共会有两面是 L 转、嗯、就是转左转，它左转、哦、它左转、哦、它会上面写，然后右转，好，左转右转就是各有两个，那左转右转是什么意思呢？左转的意思就是说它就直接这样子转左转、嗯嗯、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往这个 sector 的、嗯、全部通通都吃一发，就是他们就会就损血，这样对，就损血、哦、这边的就会损血、嗯、OK， 然后这边的话呢自己人他是不会损血，可是他就会叫他做事、嗯、然后他做事的方式是就是说当他面向他就会做事，他做事是如果是那个绿色或蓝色的 hero 同一个 sector 的他会攻击、哦、所以等于说就会再 take one damage， 就是在刚好这个是绿色也是蓝色的，所以就是各打一，所以就是会很惨这样子、哦、有被搭到的时候就会很惨、哦、然后这样子会了哈、嗯、OK， 然后如果说是往左、往右，然后如果是往这边都同样执行，所以就比方说这边都各吃一，然后这个是红色或紫色会再多吃一，可是这两个都不是就没有，就棒棒，就没有这样子。可是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我的太空船在这里，我的太空船在这里的话，那我家里所有的 hero 都吃一颗，就是一次萨诺斯打过来，对，就是打过来，我们全部通通都有吃到他的攻击、嗯啊。那我如果太空船上有红色跟紫色会吃吗？不管，它是只有管这边，它、哦、是只有管下面，它就管这边的。OK。OK 好，就是我们会被他的掌风打到。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然后再来的话，最后一个东西是这个，这个的话是他也不会转。嗯，好，如果说他，比方说像刚刚那个我丢到那个，他不会转，他就是攻击他面前的这一区块、哦。这个也是，他也是攻击面前的这个区块、嗯。可是他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可怕，他就是叫旁边没有启动到的坏人全部一起启动。哦、嗯，全部坏人启动一次。所有版面上的坏人对全部启动一次，但是都是打这个地方，不是他是打这个地方，可是他启动就是他管他的，他启动他管他的，OK OK OK， 这样子 OK 哈、okay, okay, okay. ，好，
然后这个就是沙蒙斯骰，这个就是这个骰 ，OK。然后结束了以后，第三个就是你的 Power Dice，Power Dice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比方说，如果说丢出这个样子，然后我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好，我很想要救那个黑豹走，那我就是要 assign 出去。就可是你 assign 的时候，你只能 assign 就是这一次你有的，就是比方说像这个。二，我就可以 assign 出这个二，然后这个有一个，就只能 assign 这个，然后你能不能再把这个东西挪到这个地方来呢？是不行的，你就只能做这件事情，你只能同样 assign 出去给同一个人，同一张卡片，就是我只能飘过来给他，我不能飘过来给他又飘过来给他，可以，等一下，就是你就是反正在这个地方，你就是你这一丢只能 assign 这样子，哦，丢一次只能，你丢对，只能 assign 一张卡，然后接下来再重丢，好。比方说，我这个已经凑到了，这样子我是可以 recruit 他走的。好，如果说没有的话，如果说我没有丢到这个，我想要把这个东西挪过来，可以，我就可以挪过来这边。哦，就丢一次骰做一件，我只能做 assign 一张卡就对了，是不能跳着 assign 的。OK OK，那如果你至少要 assign 一个 dice 出去，你 assign 不了任何一颗 dice 的时候，这时候你就随意，就是看你自己的意思，扣掉在场的任何一颗骰，拿出来再重丢。Oh, okay. 剩下的再重丢 ，OK， 好，就是丢到你无法执行任何事情为止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如果说你的那个你的这个，如果说 recruit 到了，这时候你就把这个英雄就带回家，这就是你家的人，这样子 OK 吗？那他上面原先既有的所有的伤害全部通通都会清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赶快把在外面把这些人救回来，就是说受伤沉重的话。然后如果说你是 assign 攻击在这种小怪身上，那接下来你就是放一颗这个点数在它上面，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拿一个 bonus， 每做成一点伤害你就会拿一个 bonus。好 ，bonus 上面各式各样都有，然后 bonus 不只是你自己使用，所有你的团队要使用，通通都可以， okay. 就所有我们都是共用的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像这个东西是一些持续性效果，就是有凑到它就会有持续性效果。那哦 ，V 选是可以换的，可以换骰子，对，它可以换面。打比方说好了，这个螳螂女 Mantis， 它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就是眼睛。眼睛它是说 remove 2 damage from a hero， 它可以治疗一个 hero 的2点伤害。可是你要怎么启动这张卡呢？就是你某一丢，的时候，你没有配在你上面，你没有配在你外面的任何人，你就说好这一丢我是要配螳螂女的这一个。OK， 然后就配。然后因为他也不能再做更多事情，因为他就是一个而已，然后接下来就是重丢，再重丢，然后再看你要配怎么样子，就是家里的这样的能力是可以这样子被配的。 OK 那什么时候英雄会死掉？挤满所有的格子，就是他血量挤满的话，然后当回合结束，你怎么样的方式都救不了了，他就会进入弃牌堆。如果弃整场游戏十个英雄被轰走，就是外面的啦，你们家的啦，对，游戏就结束，就 out 了，对。Samus win。对，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败萨摩斯呢？外面就是被轰出去七个他们家的人就可以。哎，这是基本款的游戏的玩法啊，我们先玩基本款会比较好。好。哎，它里面会有 additional 的能力，房子的。那个防止自己的那个 addition 的能力，是当你丢出你第一骰完全都没有校正之前的第一骰，如果丢出了多少个什么东西，会启动一些特殊的事情，这样子。哦，如果你四个都丢了什么东西的，就是四个加起来丢出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那个特殊的用的功用，可是通常比较难达到，它就是一个小 bonus 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那我们要先选一下你想要哪一家。Bonus token 可以做什么 ？Bonus token 有很多，像比方说它就可以哦，有不同效果。Remove one damage from two hero， 治疗两个 hero 的各一点。可是 remove two 是我在这一格的这三个。不用，就随意。就随意。嘿，就是就很远的地方的也都没关系。远距离对对对，没错。然后像有这个，最常见的是这种。就是直接，就是你掷骰都一直掷不出来，你就可以说哦，我就支付了，我就直接付，就付直接付。
啊，复掉就没了这样子。可是像这个只有一个的话，我要怎么筛出 four or more 啊？ four or more 吗？没有，就是要怎么 or more 啊？哦，我先讲一下那个，因为每一个骰子其实都会有，先介绍一下，红骰有两面是单一一个，哦，有一个是两个的这个，对对对，就是都有一个二，然后两个一样，就是一两个一，然后还会有那个这个三角形，然后还会有一个这叫科技，然后还有一个宇宙，就是都会有这四个元素，然后红色是专精。就是拳头，这个就是攻击的，所以它会有一跟二，这个比较多。然后宇宙的是宇宙，这个是黑色是精通宇宙的，然后绿色是精通这个叫智慧秘法，智慧还是秘法，哎，就是这个会有到二的。然后蓝色就是科技，可以到二，哎，所以就是这种比较容易丢出科技，这个比较多丢出这个 power，所以它可以丢出宇宙。对，然后你等一下的过程里面会加骰子，所以就是看。各位，他其实都还 OK， 就这个是四个，然后这个是都有加一种不同的颜色的骰啊，其实都之后都会 combine， 就完全就是看骰运跟你当时遇到的状况，你要怎么 recruit 的那些人，主要就看他的那个 ability 啊。ability 其实还好，还好，因为其实真的说实在话，可以启动到的机会不多。然后这个是可以把 Infinity Stone 上面的一个 counter 拿下来，就是黄黄的那个东西。对，就是黄黄的，在它还没翻过去之前，就可以先拿下来。对。好 ，No way。所以你要 Gamora 吗？Gamora 好。好。你可以先看一下 Gamora， 他就有能力了。就是船上就已经先有一个人了。对，就是队长。先给你队长。队长会很快死翘翘吗？队长通常不会，因为他血量超高。还有一个游戏会结束的方式，某一家死到连一个英雄都不剩了。船上都没有人了。对，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能力，其实每家的队长能力都一样，就是当你 recruit 同样一个颜色的时候，你会获得额外多一颗骰子，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可是你大概这个能力只有第一次，就大概只需要一个就好，你不是要一直拿你们家的那个颜色的，是要一直不断的做搭配，因为最多它也是多那一颗而已，所以你要想办法再更 extend 你的 deck 或是你的 dice 这样子，这个好了，秘法吗？好，奇异果博士，好，那我们就先摒弃最那个传统的那个 Avengers。没有人要美国队长。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如果assign出去之后，假设我assign，比如说那个英雄要三颗，我只assign了两颗，那我死都丢不出来剩下的那一颗，那就结束了，就没结束了，就是你出征失败了，出征失败没有救回他，还是不要好了，还是不要加入你好了，这样。就是他没有说不加入你，是你没有救回他。对，可以下回再救不是吗？你可以下回合，可是你那个存不了在那裡。下回合就要重新来。重新来过。谁要先？不然我先好了。你先示范一下。美国队长在这里。好，所以就我们开始的话，就是选一个我想要去 recruit 的地方，这样子。我的能力是我需要再多 recruit 一个蓝色的 hero， 我就可以多一些骰子。蓝色的 hero 就要挑一下。我没有紫色的 hero， 好吧。所以你可以先打人也没关系，或是 recruit 你觉得还算 OK 的。然后因为你也先不用宣告说你要 recruit 谁，就是反正只是看看这样子。你可以用丢出来以后再说啊，不过先丢坏人的。好。好烦啊。然后所以这个就是黄色放一颗，然后接下来那个他没有转向，所以启动坏人的能力这样。所以他就是先打这边各一。然后启动坏人所有的能力，这边的话是绿色或是紫色会再多一，这边没有，所以这边是蓝色或绿色会多一，所以这边都多一，这样子。然后这边没有坏人，所以就没事。然后在这边就准备丢我的骰，好，所以我是三个红色，然后加一个蓝色。好，所以我可以，这个。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就抽到了。没有，真的没有。这样就抽到了。这不是这样。这就是这样。就一个。OK， 那这三个这样子。好，我就抽到。然后像这一颗，我要骰不骰其实都没差，因为我这边已经 recruit 不了任何人了，这样子，所以就结束。然后这个就拿走，然后就 recruit 回蜘蛛人这样子。蜘蛛人的能力是，
如果我成功的打伤任何一个 villain， 让他增加一点伤害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一个 hero 的一个伤害把它移除，就是边打边治疗的一个英雄能力这样子。对，然后就退回来，然后就是再开下一个，啊，就是这坏蛋这样子，然后换正常。好，就看你想去哪里，你可以选择先打人，先 recruit 都可以。黑色的闪是宇宙，宇宙多，所以你可以打宇宙比较那个的。好像没有，这边有，哦，那边有宇宙，这边有一个，这边也有宇宙。因为这里哈，因为那个你有成功的打伤他，其实这边这个甜头是还蛮甜的，而且这是共同获胜的游戏，所以就是尽量一起做事情。对，没错，这个先。对，很多现在。所以就是红色会加一个，红色加一个，然后它又再启动一次，所以这边是这边又被打。然后这边启动，蓝色或绿色会各加啊。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红色，所以那个红色、紫色、黑寡妇、黑寡妇会死，就这样。然后就来做我的事情。对，那他现在扣蛮多，是就感觉要先救他还是什么？就是看人，看人，因为有时候你不见得闪，你不见得闪得出来，因为我可能不见得救，我应该救不到他。就你可以先丢，丢了以后再决定。我的骰子应该不可能救得到他。拍供啊！满满的宇宙，基本上是可以打他。先揍他、啊，对啊。然后你眼睛也有了。眼睛也有，好啊，手爆你！接下来大概不会有了。你剩下的这边都应该用不到，这边那个东西没办法用，所以就是这样子。OK， 好，结束。然后结束的话，就是这边那个放一个，然后这边抽一个 bonus。OK， 那就可以打开看说是什么。打到哦 ，one damage from two heroes。哦，这到时候随时都可以用，所以就有人快嗝屁了。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直接拉起来，就是血包。那我要来这里试试看。哦，一样，萨诺斯。哦，对，萨诺斯先。萨诺斯先。Thanos， 好阴狠的，萨诺斯这个。好阴哦。你刚刚位置是在哪里？我刚刚在这里，所以我要被他喷，对不对？对，你要被那个萨诺斯本人喷一个，所以萨诺斯也喷你一个。我也是一个。然后这边又被喷。继续吃，继续复制贴上，喷啊喷！哇，这会被打死喽！喷啊喷！其实刚刚，刚刚萨诺斯也是这样吗？对啊。然后这边也要喷啊？有啊，这边刚好有喷了是吗？不是，他本人喷，然后他本人会喷一次吗？对。啊、对哦。所以他们在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应该死了。等一下，看一下，先 reverse 一下，刚刚是一，是多一啦，这要多一，然后再现在换萨诺斯本身喷，然后这个再喷，这样子。是啊，还没，还没。如果我们消不掉的话，如果消不掉才会。然后所以这边有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有了嘛，好 ，OK， 对，就这样，对，好。然后是加蓝色的，对。有吗？这个可以耶，可以把它救回来哦。好像不错，这样刚好抽到了，好，哎呦，刚好不错呢，结束了，把它救回来喽。好，那就是我上一结束，然后血就回复，就是血就回到完了，对，就回完，真刚好。对，这是谁啊？那就汉姆达了，汉姆达。好，然后就火箭，对。这是你家的，亲爱的火箭，感觉那边有人快死了。接送一千五，不错。好，来这边。好，橘色，然后左转。Turn left。OK， 所以是这边全部都打一。然后这边又要红色再一。做事哦，红色哦。对，就这样。再取一颗。然后换我。边三颗，然后因为我有多一个英雄了，所以我可以选择多加一个绿，或是多加一个蓝色。哦，对，我先加蓝色。
太夸张了。想骰我的吗？太夸张了吧。再要踢掉一个骰子，然后再骰吗？不要不要不要，要先做一件事情。先这个，然后重丢。这个。那你要不要只拿只用一个就好啊？哪一个？你要不要只拿一个就好？因为你反正这一颗你还有机会丢二的。好啊。靠！没关系，这个这样嘛，对不对？好，接下来这两个，加油、啊 yeah ！ OK， 刚好哇！所以就是先把 recruit 走。这个的话是，如果我有一个红色 hero， 我就可以多丢一颗红色骰。可是我目前还没有，我就等之后再说。好吧，那我们要让 Black Widow 吃便当吗？还是要来救？就看你。看我。你如果等一下想去救他，也 OK。我没有想要救他，其实。真的？可是他能力是算好用的。Bonus token。他是算好用的。其实还不错，可是我不见得救得到他。他算好久的 是可以来这边试看看，因为我觉得 Rocket 很难丢， Rocket 很难， Rocket 以我来讲，我要每一颗骰子都丢到他的样子，我才可以拿到他，所以其实我现在没办法玩 Rocket。好啊，那我等一下我来这里玩好了，那就用吧。好，这使用掉，那就要他捡一个，接下来要帮谁捡呢？你看都可以，看你们有没有想要 V 选他呢？啊，不然就 V 选了。V 选好，那就看你要去哪。这里 ，Thanos。好，黄绿，这是绿色，然后它轰这边，靠你吧，所以这边 Black Widow 再一颗，然后 Black Widow 再一个，好，然后、为什么会再一个？这个哦，因为它的关系，对，然后这个是再丢一次这个闪，我靠，就是一。欸、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它停在这边会继续轰，对，然后还要再丢一次，对，也太痛了吧！就是绿色再加一次，这样就这样。好痛，好痛 ！Gamora， Gamora 对方程低落，没有还好、这到底是在丢什么？好难过、你要不要改救其他人？我来改救 Mantis 好了，刚好可以。对啊，我们的黑寡妇要放哪去？黑寡妇要放水流啊！好了，不能做其他事情了。对，没救了。黑寡妇拜。然后第一个为国捐躯者是黑寡妇，是加入他的美国队长了，就没了，out了。好，所以就是再翻两个，可能就再翻就好。哦、oh, ，collector， 那我等一下可以再来这里，我们结束喽。换你。哦，要找洛基啊。洛基现在还有点难。有点难哦。三个的状况有点难。我可以再多，他可以再多值一个那个。对啊，可是还是有点难。现在可以开始清一些怪了，不然等一下会越来越麻烦。哦。那刚刚像他是说。add one damage to n 就是 undamage 的敌人。但是你要甩到，对啊，就甩到这个就可以嘛。对，没错。所以其实你现在在你家很合适。好，那我来这边好。就是要么这个，要么这个是 undamage 的。对，这里好了，甩这个。好，它往右转。右 right。那转过来了。对，它转过去了。所以就是这边打一，打一，然后它的能力是这个。紫色再多一，就这样。火箭，然后红色，红色我加的，哦，加的好。还有你的，你不是红，你不是黑色的，哦，不是那个绿的，你要加绿色的。没有，他可以选要不要多一颗黑，对，然后再哦，你还可以选要不要多黑一点，我再多一个绿好了，就是应该要。那你要绿还是要？其实两个对你都不错啊，两个对你都不错。对。他是要绿又要黑啦，如果是要的话啦，那多一个绿好了。可是你这一颗是要黑比较有利，黑比较有利。好，上个。天啊，他们都
他们都不要丢自己的东西，不务正业。他们怎么会这么不务正业、啊？我都没有哎、欸。有啦，你就assign一个。先assign好了。这个啊，看你要assign谁啊？你看要不要先，比如说丢给他之类的。对啊，这个也没有。哦，先给他好了。雄心壮志哦。不然你就可以assign给他、啊。然后启动那个效果、哦。他有两个，所以你可以抽这个。不然就先放一个就好。是放一个，我们再看看。你真是很不务正业，那你想干嘛？那送他，先送他一个 damage 就好了。可以了。就送他七颗。嗯，还没，还没，还没。对，等一下就结束，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来吧，好像有一点点那个样子，可是这样子好像也抽不到，这样好像抽不到，大概只能抽他，抽他嘛。嗯，先摆一个黑的，来吧。哇，那这个给他，就继续喽，继续丢。嗯。有机会了，二分之一有了，有了，所以你就开始 assign，resolve 你的那个，那就先先可以打 ID， 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再打 ID， 好，所以这个就干掉了，然后所以两个，哎 ，bonus 拿这个就好，啊，没关系，好，再先补 ，bonus 两个拿两个，哦，方块。方块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一个黑闪，就是你在、哦、你使用了以后就可以那回合多黑闪，但是就是用掉了。对对对，就看要给谁使用这样子。嗯，好，好，我家这里，来吧。Oh no！ 嗯。跟橘色，然后我加多拉桑，然后上面的我加了，好，请加，然后这边还要再做，哦，火箭白 ，Oh my god， 橘色，好，三个，一个蓝，然后可以选择加一个蓝或一个绿。你们都没有草药包了嘛？对不对？没有哎、欸，没有，他拿起来不是草药包，对。啊。嗯。啊。不务正业耶！不务正业到底想干嘛？怎么大家可以这么不务正业？人拼他了。看你要拼 Rocket 还是要？最稳当的就是把他干掉啊！应该是可以收得掉他。只要死第二个人，这样。对啊，只是就對、哦、不会，我有成功打到他的话，我的 Spider-Man 可以移除一個哦，可以移除一个。哇哦！这些被冲塌呀！哇哦！怎么可以这么烂？就反正都要移出一个，就拿一个给 Rocket。可是要可以上得去的才可以。有。哦，你可以救走 Rocket。哎呦，好像不错、欸，直接救走哎、欸。好，直接救走好了。好，再丢一次这个，再丢一次这个。这个给他吗？不行，不行，就是、啊、对，好，都用骰子丢，骰出来只能给。再丢一次，再丢一次，同样的，没有，嗯、现在才物证业，好啊，好，所以这个没有成功攻击到，不过把 Rocket 先救走了。好，还不错哎、欸。对。哦，这个是大只的了，这边野战小王哦。这是其中有四个他的手下嘛，那这是其中一个。
他是说当你是当他在这个 section 就面对他的时候、嗯、All player must add one damage to two hero on their team、嗯、所有、哦、所以而且他有 3D 血就是仅限于那个区域对不是不是是当他面对在这个区域的话所有的 player 我们全部都要选一个范围选两个 hero 然后每个各加一滴伤害、哦、是个范围计我是 player 的对是 player 就是这一支管很大蓝色哦他要来炸我你们家应该不会有危险吧暂时哥哥痛痛看你要拼什么？他比较好拼。好啊，不然就拼他。他比较有机会。你拼拼看他好了，应该可以了。我已经把他这全集的给搞了。可是他剩下的不容易拼得到全集，是哎、欸嗯。他拼那个少爷还比较有保障。其实我这两个都一样难拼、啊。没有没有，因为他可以支援你这个。哦，他可以支援我那个。对，所以这个会相对比较有机会，简单很多。你不多一个吗？啊？又多一个吗？这个。哦，好啊。对啊。对对对，那这样对。有，现在保底，现在保底了，再丢丢看。好，没有。你就支援他，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个带走。谢谢大家。哦，好了，战机。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战机、嗯、啊，那个战机其实很好 recruit 啊，其实就是它就是每回合免费移出一个伤害，不错、欸，它其实是个好东西，其实不错，啊，其实不是你家里没关系，有做搭配都好，对啊，它 once per turn 哎、欸，它也不用那个有代价，不用代价，就 turn, 对，战机是个好东西，真的很多时候是看起手，嗯，我再去打这个无伤的好了，你为什么不打他？啊、那无伤这边哦，对了，这边也是新来的无伤的。对啊，而且这是你家的。哦，好啊。你家擅长的。好、啊。我们家没有那么擅长。所以他是要拼两个秘密、那個、哦，对了。先塞螺丝来吧。队长掰。哇。巨蛇。又是打一样地方了。对，打一样地方。好了，还好不是 AOE 大家。好，再丢一颗，不要再丢橘色了，橘色快要翻面了。红色、啊。对啊，我们橘色怎么累积这么快？然后紫色都没有，现在橘色好可怕。三，要多两个绿。好啊。加油！哇 ，strike two。没有，可以直接送他，已经可以送他一颗，送他一颗了。是哦，可以送他一颗，那直接送啊。直接是，已经可以直接送他上路了。先直接送他上路，他这是可以拼，这是不行。重塞。刚好再送他上路。啊，这是可以上路啊，输哦，这他上路，很厉害，厉害，厉害，就直接上路了。耶好。所以先哦，没有，没有，他没有，没有启动他，所以你可以拿两个 bonus。耶，安心上路 MVP。哦，多蓝色，什么 ？Remove one counter from an Infinity Stone。我们很需要现在这种东西。一定要现在用吗？现在用吗？还是等一下闪？等一下，等一下集满的时候你再、哦、再用也可以。对对对对对。往右转，然后黄色，右转是回来了。Oh my god! Oh my god! 大家要喷了。嘣嘣嘣嘣！队长吃到了第六颗。对，然后没有他还有在一颗。哦，他还有在上面的一颗。对，然后再来
是这个，对不对？然后是不会再多了。然后再来是他的，就是所有的人各拿两颗回去贴。好、哦，然后贴不同的两个人，你就一人一个。天哪，好可怕！就摸到痛痛。啊，支援一下！好、哦，哪一个？那个男的。哇，好多颗骰子！好。如何？先至少他。我们的美国队长要掰了吗？美国队长居居中，陪黑寡妇去了。真的？好崩溃啊！你有人可以用能力吗？没有。试试看，我救他好了。我用 Rocket 把这颗的面向翻成这个，然后过来。嗯。嗯，接下来是很拼，接下来要全满才行。好像也只能这样了。对啊，再看看喽。啊，继续贴，继续贴。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不要再客气力了，揍下去吧。No。继续。好，我打到他。我可以 remove 一个，就 remove 啊，对，试试看喽，蜘蛛很棒棒，好，拿一个 bonus， 是个眼睛啊，要换我了吗？对，我干嘛呢？我的奶拿了，你有个大奶娘啊。对啊，而且它可以随便治，没有我擅长打的东西。嗯，不然我在这里，还是你来救队长？队长对你来说有效吗？队长是什么？哦，如果有红色嘛，暂时我还没有红色啦。其实我要救队长很简单，我用免提升能力就好了。好啊，好啊，那不然你就一边打，看你要打谁。嗯，我去打人好了，去队长那里，好啊，去队长那里好了，应该可以打到这里，有机会，对，应该不会太难，因为你不是有一个可以翻吗？嗯，你的 collector 不是会翻骰子？对对对，我 collector， 所以基本上这只应该算蛮稳的，对，可以，我来拿红色，然后先留这个 ，turn right。但是他刚打这边，对不对？对，嗯，那就去这里吧。哇，狂喷猛喷呢！哦，没有，还有、哦、蓝色喷你，蓝哥有哎，蓝绿都有。哦，好啊，我才刚想说去救 V 群 ，V 群即将拜拜。哎，然后是哦，红色有了，对，有。啊，不错哦。来找队长。不错呢。对。我应该不用急着把这一颗压下去吧。先不用。我还有机会闪。嗯。对啊。赶快把队长救走。对吧。去吧去吧。晒晒。不会啊。他不是可以翻吗？你说把这个换成 any face 吗？好啊，那我要换，那就队长就救走了。然后好，再下，有机会，有有，这个，好，先放好，六分之一，啊，差一点，没有，你
且没有 auto mantis。不会，给你。没关系啊，因为我救走他，其实我现在没有急需，除非要救币圈。好，要救币圈吗？然后我要去救他。好啊，好啊，那就他用掉，那币圈少两颗。好，哇，队长，怎么救走了？好克呢，哇，七颗。沮丧。哇，等一下我要用的。哦，等一下可以用那个。Turn right， 然后都打 V， 不用。然后我是一二。加油，两个绿。嗯，加绿好比较好。哦，你凑到了，你四个以上的，四个以上那个秘法是不是？对，嗯、直接抽一个 bonus token。哦，好哦。然后这边这个，好像只能他。嗯，你也不能抽其他的了。嗯。哦。对啊，至少先给他好了。那这边啊，这不能给，嗯、就是不能啊，这边我可以给吗？不行，啊，不行吧？不行，因为你也不能跳着，对，好、哦哦，这可以给，他是可以去的、啊，对，就给他去，行，然后再继续，加油啊！哇，嗯，不然你先这个。不是这个拳头，然后反正不加分对对，没错，先拿三拳头。哦，你说要配这个？对对对，如果真的要配的话。哇，还是有机会啊！这个只剩这个有机会，就再放啊。对，就是再放拳头上来，然后最后那个丢，最后那个丢丢科技。对啊，就会打。嗯。好吧，哇，拳头人，继续。事与愿违。哇，不过你可以做的是，你可以喷他一个。然后你要 remove 吗？好 ，remove 这个。那我可以抽一个 bonus， 对不对？对，可以抽一个 bonus， 因为他制造了一个、欸。你刚不是抽一个吗？没有，刚才抽一个是这个。刚抽是这个。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哇，拳头人了！变拳头人了，真棒！哦，他转过去，那边啊，那边那边，他的右边是这里。Oh my god！ 要被又轰飞了，而且还要个。好可惜一个红色，然后这边还要再吃一个，蜜蜜还要再吃一个，不够了，哇！然后大家拿两个回家自己贴。对，我们就开始嘞 ！Oh my god！ 对，这个额外买一包是不是？因为不够用？没有没有啊，就是他本来就有那么多，只没开那么多，对，没开那么多。队长，帮我吃一个吧。哦，糟了，你那边要死人了。对，我可能会要死人。我们都没有药包了。好啊，等一下应该要把药包拿起来玩。药包拿起来。对吧？哦。黑色借我。嗯。冲啊！什么东西、啊？这要怎么用啊？可以可以。哦。至少是这样。嗯，至少可以这样。对。嗯。
你要旋转了，我把这个旋转就好，这样子。哦、oh, ，OK， 对。然后继续，可以哦，这个没有，你借我。叮，谢谢，打死他，揍爆他。所以我打他们两滴，你可以拿两个 bonus。对，可是我蜘蛛人可以回血，回两个。我回两个、啊，你回你船上的人的血吗？我可以回每个所有的，每个所有的，就是我造成两滴，就是在场我都可以回啦。哦，不过我可能要先回我们家。你就会回船上的吧？对啊，我们家的太可怕了，一个可怕的濒死边缘，真的。然后所以这个奥组了，我们打下了三个，然后我可以拿两个 bonus。我靠哟，这边怎么这么大啊？哦，这只很可怕哦，这一只的话是。如果他面向这里的话，他会叫你再多丢一次这个。我、哦、靠！所以基本上这两只要赶快解决，至少要先解决掉一个，不然会进入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哦，那我来吧。你要先去，我要去这里了。嗯，还想拿战机的吗？没有，有时候就是那个一定会被牺牲掉。好，最可怕的事情来了，就是全场都被启动，所以这边先轰，就是浩克。然后我还要吃一个，我还要吃一票。对。然后现在大家拿两颗回去，回去启动他的。对对对，大家拿两颗回去贴。哇哇哇！糟了，不妙。然后再来的话是这边，这边的话是 Shuri 跟都各一个，一选的各一，就这样。那就是这一只就是叫你再冲丢一次这个黄色。好，好吧。哇，痛啊！我想一下，我多的那一颗要丢哪？丢红色好还是丢黑色好呢？可能要丢红色好，丢红色才比较有机会干掉那一只。这一只吗？如果是针对这一只的话，对啊，对啊，我丢红色好。有啊，直接打了、啊。嗯，就是。现在就不用再多丢了嘛，嗯，就直接抽它就好了。嗯，刚刚那颗对，可以再丢，对，嗯。我想，可惜没有回血，想凹它的算了。好，好吧。然后我的掰的。啊，我可以他掰了一个。然后这一只也掰了，这只也掰了，抽一个奖赏吧。科技。OK。我来帮忙打他好了。丢上洛西。嗯，他的右边在那边。我怎么每次都他会跟你洗哦，每次都记反。修理跟哦不，我的 vision 没差，他放他们去了。然后紫色又来我家了，我家了。OK， 就我想先启动这个打 undamage。好啊，可以啊，加油，再丢吧。有，
差那个。这两颗应该还算容易丢出。还是你要连？还是你要连那个也重丢啊？你有比较多凹那个眼睛啊？不，可是它一定要贴一个上去。对啊，对啊，那应该是就贴这个了。哦，好吧，没关系。有有有，睡呀。然后再丢吧。现在不能干嘛了、啊？对，我们没办法。好，就打一个。那这边两个。好，你也是他吗？对。好，那这边抽两个。血包啊，血包啊，有血包吗？没有。counter 哦，没有。也是 counter 的。那这样可以是挂的、欸。对他们挂了，是挂两只哎，对，一直挂两只。我们十几个英雄了，太强了！哎呀，四个还好。看我啊，嗯哼。所以你还是要去那边吗？先把它干掉吧。对啊，他往左转，左转是。嗯，各谁等啊？因为我们家刚好要全灭，太可怕了吧！灭怎么办？没有全灭，就是游戏会结束，直接 end。而且你一定要攻击到他，你才可以回血。你蜘蛛人还在吧？我蜘蛛人还在，我攻击到他，然后就是他们会牺牲小我，就留下最队长。对，就是麻烦各位了。好，那等一下 Mantis 要来做事了，麻烦各位了。等一下要靠 Mantis。有吗？有宇宙，有眼睛。要不要眼睛用这一颗？还是你也还想做别的事？因为那颗比较好甩科技。睡呀睡呀！你们有人有眼睛吗？我有科技啦，你要不要再重闪一颗？你们没有人有眼睛嘛，对不对？好，那我就重闪这一个。有喂，麻烦了，睡呀，来吧。就是太好了，你下一颗还可以多继续多丢闪一次。新人跟旧人回血，就是我伤他一滴，好，反正就是回一滴血。到底要回谁啊？我好像只能回，应该还是回队长吧。对，回队长。然后他们都，好惨哦，都去了，全局，超惨的。Guardian ship， 我的船是我的船。再一张吗？对，再一张。哎，两艘船呢？美国队长船，英式战机，昆士战机，对 ，Cool Jet， 好，五个了，差两个，所以其实这边打一打，我们就可以收工了，赶快收工，哎，就是这个游戏是拼速度啊，对，因为你等一下这个如果真的有被对翻过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趁现在还没有大王出来。哦，现在好，对，现在两个小兵嘛，对对对，四大王能解决掉两个，两个人嘛，对对对。是，好吧，那就赶快来打吧。但是我的队长快GG了呢，没关系，来吧。Oh my god， 这边红。然后还要再丢一次，对不对？哇，血超多哎！对对，好可惜，血超多。绿色，好，倒还好，还好。让我们来打架吧！要拿哪一个呢？你要多一颗绿色吗？多绿色，多绿色好像不错哎。给你。好，多绿色还不错。在想我要加黑色还是加红色？都可以啊。加红色好了，加黑色没有什么帮忙。基本上这已经干掉了，这样可以招数了。
竟然可以招数吧？可是招数的话，对啊，现在好像不是时间，没有用。对，赶快把它收掉，我们知道这两只干掉就赢了嘛。对对对对对，那集中火力了。对，你就赶快把它干掉就好。对，因为等一下一翻过去会很痛苦。嗯，等一下那满血留给我，那满血我直接打两滴。你那只是，它通常都是进垃圾堆的。那我觉得它蛮好用的啊，很好用，可是我都招不到它。你是第一个成功招到它的人。我们从我靠它的能力，不知道打了多少滴血。我们从开盒到现在，我们都很想要它，可是都招不到它，它都被打掉。它的号召，它的那个，那我算是运气很好，才有招啊。对啊，它真的是很难招的一个。我要换转。那我直接。那我直接转这样就好了，这样我只要甩一颗就好了，还是我要转成几率最小的那一个？几率这个比较小。好，那我转。我觉得这个几率比较小。应该是对，这样这样这样几率应该比较大。对，因为你那个都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对，去甩它。对啊，没错。好 ，OK，OK，OK。没关系，就是各一。好，所以就拿掉了。OK， 拿两个 bonus， 拿两个 bonus， 就去了。也不送。我可这个，啊，你基本上只要甩一个就可以了。嗯，加油！你看你也是两个，就玩到最后啊，超强的、啊。我都不晓得。Oh my god！ Oh my god！ 这个是，他就炸他的前面。然后这个要索尔跟他吃，对，看就这样，就这样，哦，还好。因为那个他的四个魔头都被打下去了，先被打下去啊，魔头被打下去了，魔头很可怕，好险，秘法的嘛 ，OK， 那就拿两个这个，因为他已经可以不用甩了。啊，真的、啊，对了，好、哦，我们帮你凑到这边，我这边也有啊，你可以开心的去找所有，你可以找所有玩，哦，很棒，把手放过来，啊，这个，哎，你还有哎、欸，你等下还可以拿 bonus 哎、欸，可以拿 bonus， 你可以拿 bonus 哎、欸，你好厉害啊，再拿一颗 bonus， 我们不是游戏要结束了吗？对啊，可以，你可以拿个 bonus 啊。拿个 bonus 吗？什么意思？你抽到你的家里，抽到你的你家的东西啊，对啊，很厉害、欸，我们都很难抽到自己家的。哇，快点叫索尔，真的叫索尔啊？索尔、啊、就叫啊，反正现在东西这么多。对啊，快叫啊，快丢，很棒。反正他已经，反正那次已经死透了、啊。对啊，你现在的。重点就是叫索尔完成成就，但是真的会死吗？会，真的会啊，这样就死了、啊。你那边就凑成啊，连我的都不用去了。耶、yeah! yeah! ，索尔回家了，好摇摆哦，又把他杀了，这样。对啊，对啊，送你，我们现在赢了，是不是？都送你，都送你，都送你，都送你。对啊，七个，都送你，都送你，都送你。哇塞，继续开，哎呦，恶心，恶心，脏东西，不要玩下去了。后面很可怕，夏洛斯回家了，没有暂时回家了，暂时他的 B 点被打退了。